那故宫很大，然后呢，因为呢，今天呢是国庆节，对，在这里是最后一天，最后一天了，所以人少一点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拍拍照照什么的，对。然后往那边走也可以走，往那边走也可以走，而且今天天气特别好，对，很适合拍照。哦，还好。走，家人们，现在已经到了。哎呀！怎么样，感觉？很大，就是感觉一天可能走不完。他们也在拍照，然后我看到也有一些人就是穿了很。中国风的特色，好多人也带了家人，带了孩子，逛逛走走停停拍拍照照。Protect the Imperial Palace from fire， 就是灭火用的吗？对对，就之前它里边装了满了水。哇，最奇妙就是你看它那个上面的那个叫什么呀？交泰殿。交泰殿。就它这个房子的名字。每一片有细节。上面是龙和凤。哦，漂亮。月圆，这个美丽。中国文化很美的。泰国也有龙吗？你说真的龙吗？不是，就是那个文化。有一样。我就说咱们这个很好奇啊，因为今天也看来这边，看到了好多龙。哇，这里好好。这树有600年了。我感觉有400年。400年，对。咱们换了机器，我也比你晚。知道吗？为什么我知道？你看它长的。树这么长，你又会知道它是有几年了。400年的树啊，漂亮，想拍。好了，今天结束了，特别适合在这个天气啊、年底啊、过节啊，可以来一来，跟家人在一起嘛，对。我妈马上也可以来了，对，应该是年底，希望也可以带她来看看。听说下完雪的故宫更漂亮。哦，是是，其实我听说下完雪故宫会更漂亮。大使们也可以穿古装，哎呀，慢生活，哎呀，边聊天了，可以享受一下，对。好，拜拜，再见。